复旦校花龚叶轩在2012年 ChinaJoy 展会上以性感时装亮相，瞬间就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，因此人气也急剧飙升。一说到校花，人们总是联想到温文尔雅的女神。但近日龚叶轩的不雅照曝光，女神形象被颠覆。照片中的她穿着性感裸露，或清纯或妩媚，